台湾已经经历风台季节，为了避免大雨造成灾情，彰化县政府当地边的医生办理损害跟两股排水设施改善，甲疏浚维护工作，嘛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，来确保县内水土保持设施发挥效益。经过地方民众的反映甲县府的审查，彰化市花坛乡分乡有六条垭溪需要办理维护作业，将伫最近进场维护，预计伫10月下旬完成。这一大片草看起来青淋淋，万一若拄着风太大水，将会影响到民众的性命财产安全。这就是彰化市石牌溪一位垭溪。近年来因为气候变迁影响，雨落大雨的情形是增加。为了周全排水系统安全，并且落实地山防洪整治的维护工作，彰化县政府逐年拢会编入经费办理损害跟老旧排水设施改善维护，也向中央争取经费来确保县内水土保持设施。伫今年，有民众向县府来申请排水沟无通的问题，经过县府派人勘查，有六条垭溪需要办理清淤作业。那这六个坑哦，总共要疏浚的这个长度有咱6公里外吼。那最主要这个野溪、平素溪，伊都是拢无水，但是呢，这个啊，如拄着落大雨声，伊的规个水都会起来吼。那为着要让美观，为着要让咱的这个流水会使畅通，那县政府针对咱啊古湾坑、咱的这个德安坑、咱的枯龟寮坑、甲咱的啊桥仔头以及咱德兴坑哦。这六个坑口吼，啊，搁咱的石牌坑来进行咱的这个垭溪的这个疏浚吼，那希望讲啊，尽速甲疏浚。当然，头拄仔里长也搁有讲哦，倒手坑、甲正手坑，啊，甲咱的田仔坑，咱会搁尽速搁来紧看吼，紧甲咱的这个环境也好，排水的路线也好，啊，整理好设施，互咱的进出啊，搁较安全安尼吼。彰化县政府水资处表示。彰化县政府当年拢会编入预算办理彰化县山坡地垭溪维护作业，大部分垭溪排水平常时拢无水，落雨时阵才会成为疏洪道，常常发生河道和杂物堵起来的情形。所以县府若是评估有阻碍水流的顾虑，就会启动开口契约进行维护抢修，保护地区民众免受到淹水的影响。新彰化新闻北边林彰化彩虹报道。